播报10月21日讯，北京时间10月21日2点30分，意甲联赛第九轮继续进行，那不勒斯客场对阵乌迪内斯。上半场，维格尔迪开场仅一分钟伤退，替补出场的鲁伊斯远射破门先拔头筹。下半场，贾跃宏射门造成对手禁区内手球获得点球，莫腾斯点射命中扩大比分。随后替补出场的罗格在下一城锁定胜局，最终那不勒斯客场3-0战胜乌迪内斯，取得个下赛事3连胜，同时送给对手联赛4连败。乌迪内斯上轮主场负于尤文图斯，遭遇3连败，目前排名联赛下游。那不勒斯上轮联赛主场力克萨索洛，目前以6胜2负积18分，位列积分榜次席，与榜首尤文有6分差距。比赛第一分钟，维格尔迪受伤，无法继续坚持比赛，随后被法比安·鲁伊斯替换下场。第九分钟，贾跃宏前场中路的球后突施冷箭，皮球被门将稳稳扑住。第11分钟，莫腾斯前场中路反抢的球后一脚斜传，贾跃宏右侧跟进一脚远射，皮球偏出底线。第14分钟，那不勒斯打破僵局，替补出场的鲁伊斯禁区前沿左侧长段成功后一脚兜射，皮球直奔球门右上角，那不勒斯1-0。第17分钟，那不勒斯左路任意球主罚入禁区，米利克禁区中路跃起头球轰门顶偏了。第21分钟，罗德里禁区外迎球一脚远射打高了，皮球直接飞出底线。第23分钟，乌迪内斯发动反击，拉萨尼亚禁区左侧接到队友直塞后左脚抽射，皮球被门将扑出。第31分钟，那不勒斯中场挑传禁区，阿兰插上至门前左侧凌空垫射，皮球偏出左侧立柱。第33分钟，莫腾斯左边路过人后一脚抽射打偏了。第42分钟，马尔库特右边路斜传禁区，米利克中路俯身头球轰门，皮球飞出右侧底线。上半场补时阶段，乌迪内斯中场起球长传禁区，普塞托小禁区内抢点射门，皮球被门将扑了一下后没收。半场战罢，那不勒斯1-0乌迪内斯。一边在战第56分钟，乌迪内斯左边路起球传中，拉萨尼亚小禁区混战中一脚打门，皮球被门将拿到。第59分钟，裁判向莫腾斯出示一张黄牌。第66分钟，泽连斯基禁区左侧突破后横敲，萨米尔门前几位险些乌龙，皮球击中门柱后弹出底线。第74分钟，西法伊禁区前沿尝试一脚远射，皮球直接飞出底线。第78分钟，那不勒斯扩大比分，马尔库特禁区右侧强行突破后送出到三角回敲，卡列红中路一脚推射，皮球打在了奥波库的手臂上，裁判判罚点球，并向其出示黄牌。莫腾斯主罚点射命中，那不勒斯2-0。第85分钟，那不勒斯在下一城莫腾斯禁区右侧内切后顺势横传，刚刚替补出场的罗格的球后一脚抽射破门，那不勒斯3-0。全场比赛结束，那不勒斯客场3-0战胜乌迪内斯。乌迪内斯首发22斯库菲特，3萨尼尔，5埃孔，34四奥波库，6普法纳，深罗德里，11贝赫拉米，6872安东尼巴拉克，15拉萨尼亚，23普塞托，19斯特里格，38曼德拉戈恩格拉，17努伊丁克，86阿尔瓦格雷上场替补，伊穆索，9雷泽乌，18特尔阿维斯特，21彭蒂索，77达利桑德罗，88尼古拉斯，91特奥多切克，99安德里亚巴利奇，14米切纳布勒斯首发，27卡尔内奇斯，2马尔库特，26库利巴利，33埃尔比奥尔，5阿兰，7贾跃宏，99米利克，7417哈姆西克，4莫腾斯，23西萨伊，9维尔迪，28法比安鲁伊斯，20泽林斯基，8430罗格未上场替补，
25奥斯皮纳，19马克西莫维奇，651 42埃马多马迪亚瓦拉，22丹德烈亚，大月月鸟，